基本绘画课程二，Basic Conversation Two Percakapan Dasar Dua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刘鹏飞。你是老师吗？我不是老师，你做什么工作？我是一名传道。你是中国人吗？我是中国人。你来自哪个城市？我来自熊猫的故乡，成都。